站在这里，站在这里。月月去吃点。千岛湖，买票准备上船。在我们的左手边这边呢，就是原来淹没掉的这个两个老县城，那么那边有一些乡镇都写在上面啊。那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比较高的这些山露出来的这个岛屿。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北面上的这些岛屿呢，就是原来比较高的这个山峰。这中间呢，用我们的一道特色的这个山峰。准备要上船了，游千岛湖。Hello。啊，坐水号游船。
条街弯进去北海，结果一条街多少了？下面收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吧，然后。